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兽，我是阿 Ken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哦，大久保系列的彩熊，还有大久保与 Hot Toy 联名的猛毒。那我们就先从彩熊开始说起喽。这只彩熊啊，是在去年的 TTF 所发行的。那大叔也有到现场去夜排排队等等的，但是很不幸的我没有买到，所以我又吃草了。那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大久保系列的作品，能够现场买的话，我就买回来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叔也非常幸运哦，其中有一盒有大久保的签名，非常的幸运。一只它是属于彩透，然后另外一只是粉色系亮光的。那大叔不太知道名字，但是我对它的外形我是非常的喜欢。那如果有懂这些玩具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跟大叔一起来做分享。大久保的玩具也是由一些网友跟大叔分享大久保的一些系列的作品，然后大叔才开始去购买，开始去了解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一只猛毒，猛毒这个是 Marble 八十周年限定的。哎，这不知道算不算限定，不要胡说八道。Marble 八十周年 ，Cartoy 跟大久保所联名的，后面彩盒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猛毒的样子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精美。我们就先进入开箱。OK，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玩具内容物全部都把它拆出来了。大叔就先从这个熊开始说起。这只熊啊，珠光色的，是属于粉色系列，就是有红、紫、绿。它的细节哦，非常的疗愈哦。然后这只熊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哦，就是它这个鼻子啊像珍珠一样，鼻子这边是属于绒布的材质，肚子也是绒布的材质，但是缺点就是绒布的材质非常容易脏哦，所以如果有买这一款就是有绒布的，你可能要封柜，不要让灰尘沾上去。那如果真的不幸沾到灰尘的话，大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如果知道该怎么办的网友，请在下面帮我们留言，提供一些方式让大家做一下参考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，就是它可以露牙齿，像这个牙龈也做得非常的真哦。那大久保它的作品有一个特色哦，就是它身上都会有一个小冰块，这边会有一个小冰块。它的眼珠的话也是透明的，然后里面有亮粉。那收这一款的话，它非常的疗愈啊，但是照顾可能不容易啊，因为像这种珠光色，感觉好像很容易会撞到，就会我们说的刮漆啊。那这个彩透的版本的话，它是属于比较旧的版本哦，在冰龙啊彩冰龙的时候，我们有做一下介绍。眼睛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属于很像果冻一样哦，黑色包在里面。然后底色是紫色，耳朵、鼻子跟肚子也全部都是绒毛，好，又是一个难照顾的。它这个透光性哦非常的好，如果打到灯光的时候会非常的漂亮。那在颜色的处理上面哦，不是只有色块很多、哦，大叔这边特别有看到，在耳朵、哦、它有特别的加深这个红色，然后脚部也是，不是只有单单的紫色跟红色，它的颜色层次感非常的重哦，不会因为只是透明件然后就出单一的颜色，是非常下功夫。OK， 那它跟这只珠光色也是一样，嘴巴是可以打开也可以合起来，非常疗愈的少女玩具啊、哦！大叔是没有在分少女还是什么，只要是我看对眼的我就会买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次啊，这只猛毒哦，它有附两个头雕，一个是吐舌头的，一个是闭嘴的，然后它是属于磁吸式。磁吸式有什么好处呢？磁吸式的话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转动，然后接下来哦。就是它的血管的部分哦，紫色也有全部刻画出来。大叔知道千职链也有出一只巨大的猛毒，也挺好看的。但大久保这一只猛毒哦，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是大久保居然没有放上它的小冰块。它的这个涂装啊，你不要看只有黑黑的，等一下在细节展示的时候啊，你会看到它有一点像星空的那一种色泽在里面，紫星空的那种感觉。它的牙齿旧化感也完全都有做出来，舌头还有口腔内部也非常的细致。然后再来是它是可动，不是只有头而已哦，它的手也是可动的，手腕也是可动的，腰部也是可动的，对，可动性还挺好。然后它的脚掌也是可动的，大腿也是可动的。哦，这只可动度非常高、哦、而且转起来都不会卡卡的，非常的顺畅哦，不愧是大久保出的玩具啊、哦。OK， 所以喜欢大久保的朋友啊，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彩熊，然后还有我们之前所播放的冰龙，
那大久保的这一支猛毒的话，大叔对这个产品并不是到非常的了解，因为我是很喜欢，所以我才开始收大久保，但我几乎都是吃草居多。那这个是透过就是我的友人帮我收集的。那大叔就是前阵子有稍微去划了一下，这支猛毒的价钱大概是落在最便宜10000出头，10000多吧，对啊，所以还是可以购入的 ，CP 值非常高。OK，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。OK， 我们观赏完大久保系列的作品，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喜欢呢？那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就要多去支持。然后，如果你真的购入困难，欢迎来大叔的店一起来看这些作品。OK， 大叔聊怪兽，下次见，拜。之后，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。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